总的意思是我等普通人不配跟你告白是吧？ OK， 收到。方便一起吗？餐盘吃完了放那边。我没打到菜。那顾总，我们这菜挺多的，你要不坐下一块吃吧。好。那个，我想起来还有文件没有保存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等，这一口都没吃呢。我们不是有云文档吗？你放心吧。你现在要是走了，你到时候留我两个人在这儿多尴尬啊，是吧？嗯。顾总，难得见到顾总啊。哎，顾总，现在你们第九事业部可是我们重点八卦对象。一直都想问一下顾总，采访一下你哈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什么的？不是，我想问哈，就是我们那个部门好多女孩都想问。哦，我工作太忙，没时间。哦，嗯，哎，那是不是会有很多女生跟你告白什么的？嗯，哇，顾总看我是什么意思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顾总的意思是我等普通人不配跟你告白是吧？ OK， 收到。要是我有说错的地方，顾总随时指出来。你今天是咋了呀？啊，顾总，来，多吃点，我们打这菜汁蛮好吃的，你多吃点。奇怪，这家辣子鸡怎么没味道啊？顾总，毛血旺您尝尝，重辣的。我去，那我打个算命汤吧，你要什么？你要。嗯，好嘞。昨天的事情我想跟你解释清楚。咱俩的事已经翻篇了，没什么好解释。说完这句就翻篇。我其实。哎，张，这么巧，顾总也在。